悠悠不告蓝，答案选选看。丁丁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啊？蜜蜂姐姐，你有没有觉得马路上的车子越来越多，每天都闻到汽车排放的废气，而且全身都会不舒服？哎，对耶，真希望马路上的车子不要这么多，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吸到这么多的废气了。可惜我们只是小朋友。蜜蜂姐姐，不可以这么说，虽然我们年纪很小，但是我们还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哦。啊，真的吗？青青哥哥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布告栏有给我们提示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布告栏给我们哪些提示。第一个提示是走路上学，第二个提示是请爸爸开车载我们上学，第三个提示是请妈妈骑摩托车载我们上学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小朋友赶快想一想，那现在先跟我们一起来跳跳舞了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是最棒的运动了。Bye.
准备好了，再让我们一起来唱歌跳舞吧 ，Ready Go！流着汗水，我是小农夫。我是小猎人。选选看，小朋友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才能让路上的车子不要这么多，也不要有这么多的废气呢？请你狗狗，你赶快公布答案吧。好，正确答案就是走路上学，这个答案很简单吧？走路上学，可是这样子不是很累吗？通常都是我爸爸开车载我上学的哦。蜜蜂姐姐，每天早上刚起床吃饱饱的，我们就可以像散步一样走到学校里上课，这样子不但可以让身体多运动，也可以帮爸爸省下油钱哦。哎，对耶，如果爸爸妈妈可以坐捷运、坐公车上班，不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话，这样子马路上的车子就会变少，废气也会减少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走路上学呢，除了可以运动之外呢，也可以做环保哦，真是一举两得。那蜜蜂姐姐，我们明天一起走路上学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当然好了。小朋友，那你们要不要也跟我们一起走路上学呢？我们下午见咯，拜拜。